Hello， 大家好，好男人就说，我就是枪炮玫瑰啊。这几天的话呢，也是没有给大家出视频啊，自己出去玩了两天，那也是怎么说吧，稍微慢了两天出视频。那最近的话呢，也是给大家更新的频率快一点。最近一直在做上分计划的视频，因为时间比较充沛。那我上我也行的话呢，也是短期没有去更新，今天也是果断更新一部。说到这个啊，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一旦一个人啊离开家有一段时间之后啊，就会比较特别的想家啊，就会有就是那种思念故乡的情节吧。然后我也一样，然后呢，我就在今天的时候啊，我就想，这鳄鱼干嘛呢？哎呦，卧槽，好卡，借口。他就是想让着对面，啊！刚才咱们话题说回来，就是特别的想家啊。然后呢，我就想我在之前的话呢，一直会不定期的给大家更新一些这个方言的第一视角，然后包括到了两三年前就一直没有做了啊。然后我就想把这个系列算是在我上我也行里面恢复过来，以后每个月给大家出一部方言解说的视频啊。那我们也是频道马上换一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方言的世界，就是我的老家乡话陕西话。好，频道已经换到了这个陕西方言频道，咱今天来看的是这个螳螂的第十卷啊。然后这个娃的话，也是跟我说过啊，他是一个专业螳螂爱好者，螳螂的熟练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ID 啊，还是比较高的。啊，爱玩螳螂，而且玩的比较有心得。那现在的话呢，咱也就是看一下他的心得啊，到底怎么样。这会儿的话呢，是螳螂还是选择了用 buff 开局啊？这个说到螳螂的打野顺序，如果说你一上来先去某个石头人或者某个蛤蟆，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在三级双 buff 那一波是很难进行游走的。为啥？因为这个英雄虽然说是有回复能力啊，就是螳螂 W 能够回血，但是基本上你要是直接补大红 buff 或者蓝 buff 气兽的话，你这个到了三级之后，你身上的三瓶血吃完，你血量都不太好。所以说我比较建议大家学习他的这个套路啊，就是现在螳螂这个版本加强的话是比较强势的。那这一把一看啊，这螳螂是选择了强行的去抓野，但是他自己的这个闪现用的有点过早。不过虽然人没有撒刀啊，能把这个红 buff 抢到的话也不错。这个九痛为了拿红 buff。这娃不知道是不知道想啥了，就为了拿这个红 buff 就直接就回神。我其实要是我九痛的话，我直接就走了，因为你这个血量本来就是被人家去引了一波。九痛应该是蓝 buff 开的局，然后在中间可能是打了一个 F4， 因为他的两个技能都是这个 AOE 伤害啊，一个 Q 一个 E， 打的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他刚好过来的时候就抓到了这个九痛打红 buff。那这一波的话呢，所以对于打野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野区拿了对方的 buff， 而且还杀了人。那对于打野来说的话，这样的开局算是一个梦幻开局。拿了九痛的蓝 buff 之后啊，再回到自己家的蓝 buff 来打这个蓝，确确实实打的又轻松，而且最关键就是你跟对面的打野两个人的等级差距是落差就非常大了啊。那这一块看到这个螳螂啊，在打蓝的时候啊，三分多不到四分钟就已经升到四级了。咱看一下这个上单啊，中单已经死了，经验值肯定少，咱不算。这上单鳄鱼现在才三级，还没到四级啊。不过他掉了一会儿线，就基本上这一会儿的话，就是你线上英雄刚刚升四没多久，这个打野英雄就已经四级多了。所以说就是在野区一旦拿了对方一个人头，就能够给打野英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就对对面来说，这个蝴蝶效应可能会影响到十几分钟。如果说他就是在没有在其他路上抓到人拿到人头的情况下，来看这波。这个九痛提前蹲的时候被螳螂先抓到了，那这两个人对打的话，一个带双 buff， 一个没带 buff， 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螳螂会比较吃亏。不过这波卡尔玛的传送非常关键，这狼人直接也是为了防止螳螂跑掉，直接就跟过来一个闪现。刚才这个狼人闪现加平 A 这个套路险些一让我认为他刚才是开了一个大招，刚才那个动画特别香。那这一波的话呢，双 buff 送人，惨死街头。这就是有一点说的对，就是浪的时间太久了。然后下路这块，博比跟这个德莱文还是比较强势的。哎呀，这博比是直接拿了个双杀。博比其实，在路人中的话呢，也是咋说，比较适合于做一个辅助出现。
一般情况大陆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就会选择用博币来辅助。就基本上来讲，你这个 ADC 先不说你厉害不厉害，我只要出了个博币，你夏露丝那种救人能力一般的，就是大家能力一般的英雄的话，你可能就吃不住博币这个伤害。只要造好机会，因为辅助一般都会应该往这个草丛里边蹲，那博币只要开着 W 然后反向的一个 E 把你 E 到这个墙上，配合他的 ADC 伤害是非常高的啊。这个英雄本来在为啥现在这么流行，哎，这两个打野感觉是，就是都是有脾气的人啊，碰了面一个不让一个。但是像这酒桶啊，咋不咋他身上是只有三级，而且螳螂拿了人头回家以后已经出了一个这个小铁锤啊，还有这个小铁锤 CD 锤一出，那攻击力上面肯定是有明显的一个优势。而且螳螂这个英雄他本来就是一个单杀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他的 Q 技能就又有一个额外伤害，酒桶其实就不应该把 E 技能丢出去。刚才的话是对面这个酒桶操作有失误，就咱一般自己碰见螳螂以后啊，咋样打比较关键，就是你手里留一个保命技能，你可以刚才酒桶我丢个 Q 开 W 来给你打，这会儿如果我的下路或者上路支援的快的话，你是要逃跑的，等你逃跑的时候我用一起追你，这个时间的话又非常安全。但是这个酒桶他经常喜欢刚才那种起手先给一个 E， 那这个时候你被螳螂一个被动打了个减速，然后立马接上了一个 Q 技能，一下就打到这个酒桶将近一半的血，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逃跑的能力了，你最多就是放一个 Q 技能去减个速。刚才的话大家也是注意了，酒桶就为了抢一个河道蝎死了一次，第一次为了抢一个红 buff， 说明一点，就是这个蛙在打野这块的这个去射上面啊做的不是很好。现在的话呢，人头是二到四，咱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两个打野的人头啊，线上可以说混的都比较一般。那对面线上下路拿两人头，中路卡尔曼刚才也是一波传送支援非常及时，然后狼人刚才也是配合卡尔曼，不知道谁吃了这个螳螂的双 buff。那现在是进入到了第二批的这个 buff 刷新的时间，这会儿由于螳螂刚才是进行了一个翻页，所以说塔五蓝 buff 刷的比较慢一点，但是螳螂现在是知道对面红 buff 刷新的一个时间，就不知道这个螳螂在升到六级之后就回家以后啊，确定不确定他会再次的去到对方的这个红 buff 去翻，因为现在螳螂已经升到六级了。讲道理啊，咱一般情况下在六级的时候都会比较就是选择一个啥，就是进化这个 Q 技能。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Q 技能伤害本来就高，然后螳螂最近的改动就是把那个目标，就是那个鼓励无缘这个目标的范围给缩小了，所以说在这种时候的话 Q 技能更容易就是打出这个它的这个特殊效果啊，就是加这个追加额外伤害。所以说就是在六级以后，在这个版本的螳螂是空前的强势。你看这波德莱文是为了想拿人头啊，表也不接了，直接过来，但是他已经赚到了，因为前面没有试过。这波德莱文至少来说是叠了有一百层以上的一个被动，然后这波人头的话基本上来说是德莱文一下就能够额外获得至少300块钱以上的工资，这个对德莱文来说非常重要。来看一下现在螳螂的一个动向，下路这边还是有点挑啊，不往回走，好像现在踏下墙撒。那这会儿德莱文现在看跟博比两个人已经脱节了，那这一会儿看一下他人头，看一下谁的啊？螳螂这波直接先开大招，你看离小兵这么近，还是标记出了螳螂那个目标。那所以说来就是咋说，螳螂这个版本确确实实来讲的话呢，就是在六级以后啊，就是质变以后，大家轻易不要去跟他去单挑的胜算比较低。我自己也玩螳螂的，然后最近也能发现啊，就是这样子，在六级以后现在伤害很高，而且很容易就被标记。你看这一波螳螂又是一个跳过来，直接是一套技能，这波是把卡尔玛血量大底了，但是拉克斯控到以后也是最多就是打一套血，卡尔玛有一个蹲啊，你说像说直接杀掉卡尔玛太难了，基本上卡尔玛一条血不跟你硬拼的话，至少来说是能打出两个蹲，两次加速两个蹲，你咋能把这个人杀掉吗？来看一下这波螳螂正在大蓝，然后酒桶到中间去支援这个拉克斯，支援卡尔玛来对付拉克斯，看螳螂的这个做法是啥，来擦箱子自己把这个蓝吃掉，这种人就有点自私。来看下一波，这酒桶欺负一个奈玛，这作为一个奈玛被欺负了，自己家奈玛被欺负了，这人肯定忍不了，这要过去寻他酒桶的事情。酒桶现在还没有蓝，不过这会儿拉克斯的血量也比较低，你看这奈玛也没有碾死，我要是奈玛吧，
你过来救我一下，我意思意思，我给你加两口血，我再下去，对不对？还得还出了个狼人的被动，那狼人也是一又大招，鲶鱼又撒不掉，他只能往中路走。哎，这波看一下，刚才是拉克斯一个大招把卡尔玛给打残了，但是影响不了太多。你看下路，这个小炮加上这个奈玛，先被拿了，博比拿了一次双杀以后，德莱文又吃到一个人头，这下下路明显是打不过的。所以说，这会儿螳螂也得要花一些精力去把下路这块反蹲一下，不然的话还是比较难打。这会儿可以注意到小炮一个人在塔下，还是打出了一些伤害的。那这块又验，看一下这波对方是咋炸。两个人一块，螳螂过来先跳一下波比，但是德莱文这块不技能啊，螳螂两个隐身就用完了，直接被盯墙。还好，关键四个有一个那个小炮的治疗，那这一波的话是把这个算是小炮把那个波比啊给换掉了，但是小炮这一波是刷了 W 以后啊，有点丧失理智，直接就选择了跳德莱文啊，你咋个能打过一个就是？拿了一个大人头的德莱文，你俩装备就不在一个平行线上的。但是这个，你这小炮子有脾气，你没办法。你就是挑你脸，然后再给德莱文吃人头，强行增加游戏难度。好，上路这一波又是对方的这个九桶带了个节奏，现在是11分半。你看对面这个节奏打的还是比较不错，这德莱文三个头，下路博比三个头，狼人还没死过。那整个的话确实是节奏上面来讲，对面现在带的比较顺，一旦游走就有人头入账，主要也是上路狼人只要有大九桶，只要弃了这鳄鱼，即便你有大招，你只要一技能在这个 CD 起，你还是很难逃，就难逃一次的。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用狼人上单，这英雄上单太鸡肋了，你发育周期太长，而且你没有吞噬者这种爆发的这个装备，对吧？就整个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难混的。你看这波卡尔玛还是不老实，看拉克斯这波能不能控到啊？这非常关键。这个 Q 如果能砸到的话，那这个人必死。哎，孙哲娃也聪明，直接是选了一个闪现。其实刚才螳螂也可以考虑啊，就刚才那个情况下，螳螂可以考虑就是啥，就是追上去，先把惩戒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一块闪，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卡尔玛给杀。现在拉克斯手里有个大招，这个伤害是够的，就是看拉克斯这边跟螳螂配合的咋样了。剑速魔大刀，好，卡尔玛已经脚蹲，好，这刚好是一个时间，拉克斯这会儿如果放大招的话，不用拉克斯了。这螳螂的伤害大家能看到，刚才跳过去一个平 A， 然后闪过去，他闪过去应该是一个跳的 E 技能的伤害，再加上 Q 的伤害，然后这会儿就应了我说的，螳螂是一个单挑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你看，九桶没事干还过来寻螳螂的麻烦啊！这螳螂剑 CD 怼的也比较高，这一技能说转好就转好，九桶肯定吃不住这个高伤害。但是上路已经打不过了，七级打九级，而两个人闪现换了闪现，拉克斯又没有大招，你这波就算把狼人盯住，也很难说是杀掉。狼人还有一口回个血，你看拉克斯这会儿没技能了，你强追吧，你得追可长时间。你大招你半天转不好，你等到下一个 Q， 你只要走一个位就能跑掉，除非这狼人有些闷，狼人太寡的话刚才就被杀了。正常情况下你看就像这样肯定死不了，然后上路这个等级一旦发生了差距以后，确实是没有办法打的，上单就是这种就是弱肉强食的一条线，你一旦被杀一次，这个雪球在没有打野帮助的情况下是很难这个把这个人头补上来。你看这波德莱文被虚弱，那这会儿是螳螂非常好的一个切入时间，强行追德莱文追不上了，那只能把这个另外一个人杀死。这会儿德莱文也是躲避一次，他也不敢上来了。哎，我不知道大家那个能不能听懂陕西话，但是我其实也是没有说太多方言，基本上用的不是说没有说太多方言，没有说太土的那种陕西话，尽量的还是像电视剧里边大家听到的这种陕西话。也是最近的电影里边经常像那个唐人街探案啊啥呀，经常能看到陕西话的这样一个就是片段，所以说我也相信相当一部分玩家对陕西话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就听着其实也挺好玩的。因为陕西话属于你不像东北话跟普通话太贴近了，虽然说都能听懂，但是听不出就太多新鲜的东西。陕西话跟普通话的发音非常接近，基本上就是那个字的这个吐字非常接近，就是音调不一样，发音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听陕西话的时候更有一种新鲜感。
那现在十五分钟，这人头算是扳回来了，10-10。然后打野这边螳螂是拿了5个人头。那整体上来讲的话，他从乙级的 FB 啊到现在还是算比较顺的，法御的比较好，装备起的也比较快。来看一下这个螳螂的下一件装备，一个选择啊，他现在的话是出到了一个 CD 鞋，然后还加上一个那个打野红色打野刀，然后又出了一个 CD 锤啊，有可能是在做这个黑切，因为螳螂的话跟黑切也是蛮切合的啊，你跳过去 A 一刀 WQ。黑切基本上就叠满了，然后追着 Q， 这个伤害就非常高啊！这波狼人肯定是想用大招抓人的，但是好像没成功。毕竟这奈玛还是比较能耐的，然后鳄鱼一个传送把狼人给吓走了。但对面现在是4-3，就看博比这个走位能不能盯到人。现在对面这个来势汹汹，奈玛一个沉默。但是这个线大家可以注意到，螳螂现在已经开始往下路切了，这个位置啊，螳螂现在也是在等机会，对面已经能看见螳螂。中路两个人都没有来，刚说完中路拉克斯还是比较歪的啊，单杀了卡尔玛，然后下路这边是团战一触即发，有奈玛的话啊，螳螂这边直接自己先上，那狼人这波的话一个人被分割开，队友没跟上，那九筒这波也是奈玛这边一个大招开出来以后，双方血量是发生一个质变，那这波直接就是没有办法打，然后螳螂拿了一个双杀，对面也是没有办法，中路被单杀了以后，拉克斯可以随时到下路来帮忙，你少一个人，然后被螳螂强开以后，你走也走不了，杀也杀不死，又跟奈玛加血，没求办法，难受批的啊。然后现在刚好就是一个大小龙的节奏，那这会儿的话呢，这波打完可以注意，螳螂现在是7个人头在手，非常有钱，现在他可能也是1460块钱，那算一下，如果他要出黑切的话，他现在的钱基本上是够小木锤的，但是你想把黑血做出来你可能还得4-5倍，他可能想法也是把这几波也全部刷完，能刷的也全部刷掉。其实说螳螂啊也是一个打峡谷先锋比较强势的一个人，说到这个峡谷先锋就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一个悲惨的事情，就是这货现在从5层的这个打野岛已经变成2层了，就他现在跟一个河道上爬我螃蟹啊没有任何区别了，身价被贬值，那现在就是叠打野岛来说的话，你小龙又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抢夺的点了。你像以前打个比方，我是一个剑圣，对面是个招心，那我打不过剑圣，肯定打不过招心嘛，在前期对吧？那你去打小龙去了，那我赶紧把河道蟹，就我知道你打小龙的时候，我把河道蟹一打，咱俩一人5层，打野岛这边都不吃亏啊。这会儿你看这个狼人是出肉的狼人，非常肉，跟螳螂跟鳄鱼打屁半天，还不是很大。肉不说，反手 Q 还回一口血 ，Q 还回一口血，节奏啊掌握的好的不行。那现在也是基本上快到20分钟了，就这个时间，大家就是记住啊，大路人局到了20分钟，你就不要考虑去留一塔这个东西了。你说你要养猪啊，你要打钱，要兵线法御，这个时间再不推一塔，一旦到了这种中期，大家说要抱团。这个时间你再想推他已经晚了，所以说讲道理啊，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就是外塔啊一塔尽早的推掉，就在20分钟左右保证好就行了。那现在的话上路一塔一拿，你看鳄鱼解放了，随时可以跟着队友去打团。刚刚说完你看小地图下路可开始打上了，两个人去约兵线，两个人推线推的这么靠近啊，就是不管你咋个厉害你也没办法。最终还好小炮有个闪现能快能跑掉了，狼人这边还在追，卡尔玛还过去了，那小炮肯定没有活路了，思路一条，闪也缴了，啥都没有了。大路人啊切记就是不要把节奏打断，来看这波螳螂能不能力挽狂澜跳下去隐身撒了一个可以，现在还有一跳，再引一次身跳过去趁接给上，漂亮，可刷一个跳，再跳一次啊！那还有一个再跳，你看博比这种纯肉的人面对螳螂的这个伤害他也是没有办法的。你看这说的嗓子有点干，你看这吧脾气还大的不行啊，就是要撒。那这波的话是拿了一个卫士撒，能看到螳螂这种残局收割的能力，队友先是死一个奈玛，然后小炮被抓死，
然后呢，刚才其实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鳄鱼跟拉克斯啊，上期的时候出现了个啥情况？就是在他俩上期的时候，吃掉了几乎对方所有的主要技能，然后还有一个残血，这是螳螂最喜欢看到的这种情形。这个残血拿来干啥？我先跳进去打一波输出，这个残血差不多就死了，他能够刷第二个亿。那螳螂在刚才拿到了第一个人头，是这个德莱文的还是酒桶的啊？拿了以后啊，酒桶的，对，拿了这个人头以后，手里捏个跳，先不要着急第二跳，先打着，把你的技能呀，把你的一些东西打出来了，理查跟上第二跳，就到那个时间直接第二跳再杀一个人，基本上这个人杀掉以后，你第三跳一出来，对面剩下的那个人就剩一个人了，你基本上也不虚了。你像刚才就是最后剩一个康尔玛，你没有办法，然后还宁宁的把最后一个残血的薄壁都抓死，能看得到就是装备起来以后的螳螂。那么咱现在也是说到这个装备上边，咱给那也跟大家分析一下，他现在这个螳螂的这种除装，他是追求了一个比较极限的，这么说吧，就是他这个套路啊，就是追求的这个比较极限的破甲。其实螳螂也是啊，他最吃的就是一个护甲砍头，黑切破甲，他自己出了一个打野刀带破甲，然后现在再出一个青玉，那基本上在他面前就没有肉了。但是咱现在看一下对面的阵容，狼人是个肉，酒桶的话算半个肉，基本上他现在酒桶咱们打野刀，你不可能出肉打野刀，还是要出这个发墙的。然后在抗性上面可能怼的比较慢，然后下路的话是个德莱文，是个薄壁，就是整个还是比较肉的。那就看一下他现在在出了黑切以后啊，基本上青玉的选择只可能是那个减治疗的青玉，但是对面其实就没有说是特别吃这个治疗效果，除了狼人有个 Q 就能给自己回血，你这个刀有点用。所以说还有一种比较极端的玩法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螳螂套路啊，就是不出假生命值的这种装备。黑切虽然说就是适合打高端局，因为高端局你黑切你多了这三四百血，你能够在关键时刻能多吃一轮技能。但是你要说到一个就是咱打的像上分，像追求一个爆发，然后让队友去卖打一个首歌，那要出这个版本最强势的这个死亡之物，这个装备就是非常的关键。你看这个螳螂也是怒救鳄鱼啊，残血队友直接被救下。现在螳螂这再不管别咋说啊，就是他现在的这个除装在这一会儿的输出已经没有人可以当了，就狼人能够吃几个 Q， 但是其他人一旦在被鼓励的情况下啊，你是不像。咱看一下他现在20%，就现在是40%的剑 CD 已经做出来了，然后又卖了一个破甲刀，那他现在能出的就是一个大阴魔刀，因为你现在这个装备再做有梦之灵的话已经不好了。再一个就是他有一点啊，我要给大家提醒，螳螂这个英雄在第三次出门的时候，你第一次打完野回家出打野刀，你第二次回家很有可能是把打野刀补好，或者说是做点其他的装备，第三次基本上你要不死的情况下，你的第三次回家肯定是有这个打野刀的啊。一般情况下就是你不要排除那种什么极限犯傻或者是撒完人残血。所以说就是螳螂基本上在有了打野刀或者说是打野刀的这个配件做出来之后啊，在这个时间就不要再卖红月了。你看他现在这三瓶红根本用不上，因为 W 一旦升到量级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需要这个红月啊。这波螳螂要强杀狼人，但是你这卡尔玛都给蹲了，这个狼人还觉得自己揍不了啊，结果把卡尔玛也赔进去了。其实打到这会儿能看得出来，大爷把节奏一旦带火以后啊，这队友就跟着打团战的时候就无所谓。而且螳螂这种大爷又是一个攻击力非常高的这种守梗能力又强的大爷，就是这种大爷拿了人头，要比什么盲僧呀，或者说是那种酒桶啊，就这种大爷你拿了人头拿再多，你可能对团队起到的作用一般。但是螳螂一旦说把人头拿起来，非常非常可怕，因为他自己就有输出，而且又能守梗。你看这德莱文咋死了？跳，胆小跳，闪现扣，你惩戒咋不放的嘛？哎，这娃刚才把惩戒放出去，这德莱文已经是个死人了。这狼人出来，你别看他出来么大，你光追着人挠，你是能把人挠死还是咋？呀，我操，真能把人挠死！螳螂现在一个闪现没蓝了，兄弟啊，刷了个，就杀了一个人啊，他应该是点出那个危险游戏了啊，回了一口蓝，但是跳不起来了。不过这波能看到，
对面的这个门牙已经被踩掉一颗，防都防不住了。现在大势已去，在路人局里边一般人头领先到15个左右，就是一个基本上是个大优势局了。你看现在螳螂的这个出装，他没有做到就是目前这个版本非常非常受用的这个四星选高，哎，不是，四王植物，四王植物它就是造成的无力伤害吸血。那对螳螂来说的话，就是它的 Q 技能一个非常高额的无力伤害，多了生命头去了，就是除了四王植物的螳螂，一波夜怪能把自己血吸满。会玩的人，你 W 你不要 W， 你比如说你打一个 F 四，你拉出来，你等着三个人分开时候，你 W 一个人，然后其他三个人分别用 Q 打死，你一罐血咋个都能吸满。就是这是我推荐螳螂的套路，但是这个挖这个螳螂的套路，这个鞋你可以换三速鞋。其实螳螂不一定非要慢剑飞地，三速鞋是没有问题的。在目前这个版本虽然是贵了100块钱，还削了一点，但是比起五速鞋来讲的话，螳螂还是更依赖三速鞋。因为你五速鞋你第一波游走非常强势，开了大招跳过去那一波别人，但是你跳过去打出第一拳以后呢，别人只要是个三速鞋，来一段位移好了，你追不上了。所以说现在来说螳螂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三速鞋。 CD 鞋的话，你讲道理还没有三速鞋的额外移动速度对螳螂来说效果好。你本来就是一个不停的追人然后放 Q 的一个，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在装备方面给大家分析了就是两种装备的出发。它这种是中规中矩，那鞋不算，就是先出打野刀，然后很快的步出黑切，这样子用剑 CD 也有了，还能比较肉，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生命值呢还有一定的保障，输出又不低。本来螳螂就是一个不用打暴击的，打情绪是打穿透的。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就是目前一些高手比较喜欢的，在中期布出一个这个九头蛇，吸血的那个九头蛇，可不是巨型九头蛇。然后这种螳螂的话呢，就是带线能力又非常强了。一旦说是你队友这种不好开团，你可以选择先从边路带线，然后把兵线送过去之后再去逼团，或者说是逼对方去受限，利用这个时间去抓单，玩法还是比较多。你看这会儿隐身这个 Q 直接能杀死，哎呀就差那么一下。但是虽然这波螳螂死了，但是基地已经没有了。最终的话咱还是要恭喜一下这个少年，这把发挥得非常不错。那其实大家把自己素材投过来很多很多，那筛选其实也是比较头疼。你说我不炫你的吧不好，炫了也不好，就是都有说法。但是我还是希望把大家更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咱螳螂说完马上可给大家解说一场这个五第二的这个英雄。其实在最近啊，就是三速鞋兵权改动以后，这个版本啊慢慢的浮出了水面，露出来了一点头。就这英雄本来就是水地的沟沟里头的啊，就是你说有些英雄在水地，就在水地层，你还有被大捞出来的可能性。五第二的那个这个时间啊，你是在水里头啊，被那海藻缠着，在深沟沟里头，那沟渠渠里头，愣到已经没有办法去形容了。因为这个英雄就是英雄联盟里边就是土金英雄好玩比较强势，你像贾克斯石头人基本上你防不住。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啊，剑速的东西这么多，而且冰杖又这么受用，很多 FAST 都会出冰杖的这个年代啊，像鲁迪尔这种揍到人脸上打人的英雄，你轻轻松松就被人封成掉了。所以说也是因为三速鞋的加强，再加上冰拳的这个20的剑 CD 的这个机制，使得五第二现在等于说是多了一种玩法。然后还有这个蓝色打野刀对这个移动速度的提升，以及它的这个凤凰形态的一个发强的加成，那整个让五第二这个英雄刷野变得更加的快，而且在游走的能力上边恶心人方面又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我还是要讲道理的，就是这个英雄你在面对对面有两三个风筝能力很强的英雄面前，还是个渣。你像对方如果有个泰坦，你冲进来踩一口踩个脚减个速你走不动了，你刚准备打人把你毛一下，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五第二很容易被放风筝。所以说这个英雄比较冷门，咱也是看到了一场就是一个五第二玩的比较溜的一个五第二啊，就整个打的比较活灵活现。那也是我也是想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一下这个英雄。咱聊到五第二这个英雄，就不得不说他的加点了。从这个咱我也是在这个我上我也行这个系列里边，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李四。五第二在最早的时候是非常变态的，有一个版本，就是他
做愣板凳很多年，最早的武店啊，就是他做愣板凳，但是那个时候的武店比较强，他的那个乌龟形态是那个吸血，而且还吸蓝。那个时候的武店就是特别适合去打野或者打商单，打野有灯笼这样一个装备，能让武店就是完全无伤，开着乌龟回点蓝，然后再用凤凰去把蓝打掉。然后那个时候的凤凰形态，也比较好用。你除了灯笼以后，一般情况是赚一点肉。或者说是局势比较顺的话，直接就出一个三枪。那个时候的三枪也加点发强，五点对发强也是 W 盾又提升，那个疯狂的这个伤害又提升。然后出肉装吧，冰心呀、什么日炎呀、蓝盾呀都可以出。其实那个时候的五点就属于这个中规中矩。其实，那个年代英雄也不是很多，所以说经常能看到这个英雄的出现。毕竟这个英雄在当时来说是拥有这个为数不多的眩晕技能的一个英雄，而且他的眩晕技能就非常恶心，过一会儿把你晕一下，过一会儿把你晕大团战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五点还算一般，到了中期的时候，五点进入到了自己非常强势的一个时间。你看这块，这个乌龟被瑞文打成半血以后，拉的是五点啊，你再没谁拉了，拉完还要被减速，然后五点这会儿可以随便通过切换形态，哎，来这个造对面的麻烦。但这个赵信比较聪明，最关键是一个残血兵没有死，给赵信又一个 E 的机会啊，不是残血兵，说错了，就是这个兵线在这的。然后这一波的话是把乌龟给打走了，哎，这乌龟还往回走，那走不掉了啊。这五第二下一个熊形态就能够直接摸到，好，大晕一个凤凰，红 buff 直接拿 FB。现在凤凰这个血量还不敢乱伤，你这一波只要上来一个不小心，很有可能就被五第二宰了。然后也是能看出来，这个版本现在五点还疯狂形态依旧是一个，大野啊，就是在清野的能力上比较强的一个形态。刚才赵信是选择是打小野怪，尽快的升三级，没有打红 buff 来上路抓，都没有五点快。你也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确实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五点在这个版本啊，它的清线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咱又一说一，好，咱聊到五点那个最变态的版本。就从我刚才说那个版本啊，就是打野上单，然后电疯狂，立马啊，咱先来看一下这波团战。你这不跟人好好说个话？那赵信拿个红，凶啪啪的过来了，瑞文能踩一脚。你这样子走的话，你咋能把一个瑞文切掉？你翻到瑞文现在一个反打，你看你要顶一波小兵的伤害，还有五点的一套爆发，赵信又死。那这会儿打野的节奏有点崩盘，刚才抓一波没抓成，技能全缴，这一波。乌龟还没有办法救乌龟，这种伤难你又不像有些英雄你能给个控制啊，把人救一下，但是这波没救伤。五点现在可又拿了个新鲜的红 buff， 这开心的很，还能再翻一下你这边的野怪。不过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也不是件好事情，打野岛这个东西还是要早点变好，因为你变了打野岛以后你才有那个更多的额外经验。然后五点是有一个最强势的版本，就是因为当时是没有人学这个包子形态的啊，就是 Q， 因为包子形态在当时伤害非常的低，而且就是跟凤凰这种 AOE， 而且大三下吐一口火来比的话，是差的有点，就差的码子有点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拳头是又一次把包子形态加强了，好，这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个版本的五点就是横行，上单的、中单的、大野的啊，无处不见这个五点的身影。二级的时候，只要有一级包子形态一下上去打到你包子那第一下，你身上就是那个爪子那个 debuff， 那个时候就是哪怕不跟你拼 你都快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血都快掉了。而且最关键最可怕就是那个形态，那个时候的包子形态能打塔，直接就秒塔，比剑圣投塔都快。你一个不小心，五点带着一波兵过去，那个时候都不剩凤凰的，就是包子，然后当时乌龟还能洗蓝，就是乌龟在改成这个不洗蓝之前，五第二都比较强势。然后最后的话呢，把豹子形态立马削弱，先不让你打他。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削弱了以后，他对英雄那个伤害以后，这个五第二又渐渐的成为了一个就是比较平庸的英雄啊。就是，然后在乌龟形态改动以后，就之前的乌龟形态是，恢复的，是你的一个。造成伤害百分比还是怎样的一个回血跟回蓝啊，血蓝双回，然后改成现在这个版本的这个固定的一个吸血以后，其实对于后期来说啊，目前这个高数字的吸血五点还是比较吃劲的。但是反过来就是，在伤害上面现在的五点可能还是有点不尽人意，
这个英雄现在更多的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就是教四棍的这样一个出现。好，这会儿是一个中野二 v 二，武帝二是看到老牛过来，直接显示一个闪现培允风晃，然后躲开老牛的技能。那这会儿亚索斯犯大了一套，那这一套的话并不能够把这个凤凰打死，关键是个轮子麻来的比较及时。哎，轮子麻这个伤害 W 的弹射加上一个 Q， 把这个向城司的人给犯大了一波。那这会儿五第二还蹭了一个人头，那这波其实就比较成功了。而且说到五第二在这一盘里边还是一个比较咋说啊，就比较可制凤凰的一个点。你看这，哎呦，这个 ADC， 我觉得这俩应该是双排吧。为了你拿一个蓝 buff， 我不惜缴一个治疗书。刚才看到五点那血，砰，涨了一下，往下了一条。哎，你随便谁来扛一下不就完了吗？你非得再缴个治疗，好难求，真是有钱。现在五点回家啊，直接是卖了一双鞋，卖了一个打野刀就出门了。没出息，这300块钱你还好啊。先买个小布架在身上吧。这讲道理，英雄联盟这游戏就是回家就把钱花完是最好的，这样子你的战斗力会更强一点。上路这个瑞文也是前期被爆了两波以后啊，还是比较有钱的，四把剑都出来了。然后现在五第二基本上就是主要看到就这一个套路啊，蓝色的这个打野刀再配上蓝色的附魔，蓝到底。其实为啥要做蓝色打野刀，就是因为五第二我都说了，它是一个揍上去打人的，你如果没有蓝色的这个剑速，就投去移动速度的话，你很难用一技能配到人。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用蓝色的打野刀。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这个版本也是因为附魔蓝色，你 Q 那个凤凰形态是魔法伤害，轻易就能触发它的被动，再加上五第二是一个有着熊形态这个移动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的一个加成啊，所以说蓝色的打野刀就是能够让给五第二目前这个版本提升是最大的。你清夜也变效率了，然后伤害也不低，因为现在都是凤凰五点嘛，很少有人这会儿还是拧着头皮去玩这种老虎的五点。来看一下，年少娃也是精打细算啊，我身上蓝 buff 没有转完的，我先不着急拿，反正我中单是个托儿所。讲道理，不管咋说，就是这蓝 buff 迟早都是我的。这会儿反倒来翻一下赵信的红，而且还是扑了个正着，赵信好刚好在下路。那这波赵信太惨了，前期两次游走没有能够拿到啥东西啊，反倒是把红 buff 拱手让人啊，现在再把一个红 buff 丢了。这是赵信，这也是把这个注意力太集中下路了，而且这个英雄他需要去把那个吞噬打满，你没办法，你还得要把河道线控得好一点。所以说现在这会儿这个赵信的节奏就比较差，然后五第二这会儿你看把节奏已经带活了，刚才下路那波也是极限的二 v 二，再加上队友的及时支援啊，一波团战打完以后，现在蓝色方的优势就比较大。这也能看出来，就打野在这个整个战斗中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这辅助还应该游的不行啊，你没发现？你动不动你就游走了，你动不动你就往中路一走，你这娃还热心肠。其实我比较喜欢这种爱游的队友，就是我在打中单，我那辅助没事干来，把对面逼出个技能啊，或者是咋？但是要是那种莫斯干蹲到草里头不动弹，你也不出来，确实没有啥好机会，那你就揍嘛。你有些娃你选个锤石嘛，选个啥，你往你的你往中路一搁脚啊，你等对面的，你对面是个拉克斯嘛，啥手生皮长，你莫斯干往后头一站，好，然后他等，好一等，把我今天吃哈，一波兵吃不过吃两波，好的，你还七级我没升七级，我这就操了。就碰到就那种没念谁的辅助你还难受的很。然后就是啥，你看像赵信这种啊，要打这个吞噬者的，而且法御不是很良好的，你在这种情况下，莫斯干去偷他一波野，莫斯干去把这个河道线控一下，这样子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可以我给大家说一下，你看现在五第二这个版本啊，这个清野的效率是非常快的，打野刀清每次都能转好，跑得又快，然后凤凰的这个 AOE 伤害比较高。来看看这一波。亚索手里有个风，然后五第二是这是横穿马路过来，为了防这个赵信去打这个螃蟹，然后这个赵信打了一正啊，还是打到了，但是这波泰坦刚才是勾了一个墙，那估计是杀不了了。现在对面三个人
老牛也在了啊，这不是随便打的啊。那这波也是能走就走啊，非常果断。能看到这个五点也是没有强行去带这个节奏啊，就是节奏不敢乱带，不敢乱带。也是不知道大家听陕西话听的习惯不习惯，你脑子在那里吗？你狼魂还刚刚小，你还去看见有没有三狼？这娃这块这个做法比较有意思。你看疯狂的输出，配合上这个卢登的这个效果，伤害非常高。那关键时刻招新一个极限闪现，然后五弟二这边反过来也是个极限闪现，但是这波没打起来啊。其实两边可能都不准备强打，但是也不知道对面一直有没有个大招啊。如果说有个大招的话，这五点血量还是比较危险。现在人头八比二，蓝色方优势还是比较大。但是，而且五点这把，你这个 AP 这个装备也是很好的，咋说，弥补了自家这边菜刀队的这个魔法输出。你虽然说不高吧，但是你要说这种主疯狂的五点，打到你身上一半都是魔法伤害，你不出点魔抗也不行，大家疼的很。那出魔抗吧，就菜刀队，确实这种打野五点也是多少能把人烦一下。现在是个小龙的节奏，在对方有吞噬的情况下，你如果能控小龙，先控小龙，就咋样子能够延缓他吞噬的这个刷新是最关键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一把能注意蓝色方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极力的在反凤凰的这个蓝。就凤凰这个英雄有蓝 buff 如虎添翼，没有蓝 buff 他就是个杂碎，怂都不死。所以说基本上来讲，这会儿能看到啊，这个节奏包括这个压缩的意识也非常好。一有蓝 buff 就在你蓝 buff 这儿拎你一波，要么你对面为了不让我拿 buff 啊，赵信把这蓝 buff 承接掉，要么你就把蓝 buff 被我抢掉，就没有你凤凰。你凤凰没有蓝，连兵都清不了，你清不了兵，你刷不了钱，你刷不了钱没有装备，没有装备你咋打团啊？就是这游戏。你看关键是瑞文的传送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个凤凰已经变成蛋了。那从小地图上能看了，它一动不动的肯定是个凤凰蛋。那这会儿的话也是因为前期上路两波节奏，导致这个乌龟是完全没有占便宜。你看，还高高兴兴选了个乌龟打菜刀队呢，但是没有占上便宜以后，瑞文也起来了，然后自己反倒还被对方反带节奏。这会儿赵信这个大招开的有点晚了，已经被这个五点配住了，一瞬间他才开出那个大招的，然后最后泰坦过来还成功留了一下赵信。你看，立马就反击无意。但是我想说，这位同学，你买这两瓶月水是假的吧？反正回去要涨，我是这个月水我一旦买了以后啊，基本上是我只要掉了有二倍血作用我就喝了，你就时常保持个慢血。你看他到现在都不喝，他买还要走样子的，咱不要学他，这好的他学，这哈怂习惯咱保学。讲道理，就是玩游戏跟生活是一样的，你洗手对你有益的东西就行了。想上分，你就要把大神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去琢磨头啊，去学习学习。你看这会儿我要死他，我就不会多打这一巴掌，给赵鑫留个笑的，等他过来想打吞噬这时候就绝望了。你看这波赵鑫还想上去打石头人，啪，疯狂形态一切直接掉半罐，这揍还没法揍，红城蓝城界这给上。然后乌龟这会儿过来了，我都说了，乌龟这种英雄就是他护甲高，但是还是看魔法伤害的。这波极限位置，这个时候就是三速鞋加上打野刀立功了，不停地切换这个狗熊形态，而且它是副狗熊的，大家注意到就一级的乌龟。其实一般情况下乌龟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前期垫到三级，吸血也够，盾也给的那个比较厚。瑞文很聪明，直接先停货车，停了货车这龙龟就是个活靶子，这英雄基本上就是个兽，就靠你打我来造成伤害的。所以说基本上只要抓住一个节奏，你把它限制住装备，你看现在瑞文等级要比他高太多了，这龙鬼就没有办法打。现在人头15-3，对面完全打不开。这一把有时也是一直建立的很好，那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就是对五第二功不可没。前期给上路先带来了两次这个收益，一次是把对面打回家，然后还有一次直接就是把这个赵鑫还给带走。这两波下来瑞文不用管了，你看立马把重心可放在了这个中路去绑这个亚索，去犯这个蓝 buff， 就是把凤凰的蓝 buff 一直控制着。
然后再死不死的再跟着下路来两波团，那整个这个打野的节奏就带出来了。咱今天看的是两把打野，两把打野这两个打野选手都是一个像螳螂那个刚才那个玩家啊，就他是基本上就是干克游走的节奏比较好，而且比较聪明。我觉得大陆人最聪明就是啥，你不死，你队友可以死，但是你在能够不吃亏的情况下你不死。你不要说我为了不死，我队友死完了我不上去卖，结果我过去也没打过，那你是瓜皮。但是反过来，你像刚才就是自己在有状态的情况下，队友想去把让队友把技能先卖掉，然后自己去守人头，这种做法我觉得在路人局里边是值得发扬发扬的。当然你要选个泰坦你不去卖，你是瓜皮，你是不玩这游戏了。现在又闪现五点二抢个先手，又被赵信的大招打完，这牛也是想上来强打，不过这波的话五点二的那个无鬼形态应该能把牛给留住。不过有一点啊，他有一点做的不太好，就是不该回家。这个英雄本来打野又 W 能吸血又带盾啊，又个蓝 buff 就无伤。那你要看着你的钱啊，就装备还是要尽快的就变现啊，才能够提升你的战斗力。你可能因为你少回一次家，你一波团盟又打过，你觉得为啥的？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上背你们队友身上都是背钱，你对面都是装备卖出来了，少你一千块钱，但是我身上装备给你差不了多少。你像现在五第二的装备，有可能你对面不是赵信嘛，你法语好一点，你中单 C。可能装备还比你好呢，这意思，但是没有你有钱，但是你没有变现，这是关键。你看这一波继续翻，一直翻凤凰这个蓝 buff， 就是从头翻到位。其实这会儿翻不翻问题已经不大了，但是前几个蓝 buff 确实能够给中单亚索就没有任何压力，你不用推兵线。亚索本来跟凤凰如果有蓝 buff 的凤凰就是啥，两人互相推兵线，你也推不过去。但是一旦说凤凰没有，那亚索电脑好了以后，这凤凰不踏兵。亮闪下 R 开就自己就没有蓝了，一旦凤凰没有蓝了，亚索在塔下也可以考虑强杀，就这么简单。好，那这波看见人就跑，讲道理啊，三速鞋再加上复狗熊那种五点，没有几个人能追上。刚才乌龟慢大慢速开了个 Q 都没有在中途追上这个乌龟啊，能看的人就追上这个五点啊，都是乌家人，一个是乌龟，一个是五点，但是能看得出来五点这个英雄确实在移动速度上面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帮队友拿个红，你看再去请。你要说这样吧，你咱说实话，你五点大爷不可能掉血的，你要想不回去，你打到五千把你都可以不回，只要你开心。不过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是他现在不回家有点拖节奏。你看韩系跟团身上背着4000块钱，你这会有个兵权再随便出个三个，保证对面直接就扔帽了，根本就打不赢。但是他现在这样子，你虽然说光有空等级，你没有好装备，但是不说了，就队友装备好你没办法。先四个人头再说，一次没死，那觉得难能可贵的就是一次不死，能够一直牵制着打。你看这会儿现在又开团，五第二这波是又闪现的，不知道会不会闪现上去跟。那队友没有状态了，应该不上了。你看，现在他这会儿的时候，主要就是对方这个阵容没有办法限制这个五第二，移动速度太快了，而且莫斯干一直在偷牛叶，这个赵信这吞噬者这一把就。完完全全就发挥不出来，你急忙先吞不出来嘛。老牛还想做文章，泰坦这边直接跟一套技能，老牛犯大又个大招，但是你顶不回来。这种辅助牛就没有伤害的，你说你打个 AP 牛吧，你二连还比较厉害，但是现在对面确实是很难能够杀到这边一个人，因为这会儿经济差距已经比较大了。看虽然看不来，但是现在21分钟，少说有个13000。就1万到15000之间吧，咱说保守一点，现在这个经济啊达到不了2万，就2万可能不至于，但是很快了，就是像这样子滚雪球，这边路再推一路，两个塔一掉，很有可能就2万经济了。你光这五点嘛，捏着4000块钱不回家炫富，而且五点你就是又说你想打个 F4， 你想留个小你都留不住啊，这被动就被打掉了。那这会儿龙鬼这没办法，这英雄天可 AD 就是 AD 型的这种近战，远程线也可，他现在的这个 W 一开以后啊，这范的魔法伤害是非常非常高。我也是想给大家做一部上单龙鬼的视频啊，就是大菜刀队一个龙鬼一个石头人。我之前做了个石头人的上本计划嘛，确实石头人也是一个利器啊，但是比起龙鬼来讲的话，石头人可能更多的也是打一个控制，真正说打输出，龙鬼的输出要比石头人打的高的多。
啊，就是凶一点那种龙怪。你看这瑞文也是装备好的不要不要的，一个人到三个人窝里边在这做文章，而且这一刀看过去 easy 也被砍跑，这瑞文半天还不死，这是最气人的。关键是个无敌二及时赶到，泰坦过去守 easy， 无敌二过来这个救瑞文，全部救到。这不赵鑫也是过来送个死，你看瘦都不瘦了，就都扔键盘了，那没有办法。这波大完五点身上是背了五千六，这再一打五千七，这上路瑞文确实也是前两波被养起来以后，这娃自己也玩的好，就打野就是这样子，你把一路绑起来以后，他只要他不乱搞事情，你去绑其他路，他这路就慢慢顺风着滚着雪球，然后这把你能绑成两路，就是你比对面打野厉害，或者说是其他情况你能绑成两路，你这把肯定赢了。五点二四回家，五千八，很骗人，说他半小时没有回家。你看，出了冰泉还有四千七，那这会儿他想出啥出啥。这娃选了一个最没出息的装备，就是日炎。其实说白了，你这种局啊，日炎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必要。蓝盾是挺好的，对五点二来说，你就能够减速。像这种顺风局出个大冰锤碾死人，但是你是凤凰形态，可以考虑的装备就是，冰拳完了以后出个冰杖，咱不为了别的，为了增加点输出，而且减速其实吃不到多少。除了冰杖的话，其实蛮适合五第二的这个法强装的话，就是神远权杖，但这个装备对于对面来说意义并不是特别大。你看现在已经七杠零的数据，这会儿想咋打咋打，想咋赢咋赢，就队友也是已经全部都气飞了。那咱这两把看完两个打野啊，也是能看得出来，就是打野这个英雄你节奏好与坏，就是能够对这个整个战局的一个把握。目前这个版本啊，就是在路人局里面最先看的就是打野，你打野节奏不好，对面打野只要节奏好，你再厉害的英雄，你舔哪怕你舔可能我打野过来绑二打一你还是输，只要打野来的时间好，绑两次打个比方吸血鬼打个盲僧打瑞文你根本打不过，但是打野来绑上两次以后，这个吸血鬼就随随便便给你这什么瑞文就可以刚正面了，伤害在这摆着的，装备咱俩差了1000块钱装备着的。所以说讲个道理啊，就是打野这个点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琢磨琢磨节奏，节奏比操作更关键。好，咱今天视频就到这儿，那也是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来点个收听，然后另外的话也是投稿就往这个邮箱上投，不要再问我咋投稿了，就是发邮箱，然后超大附件把你的视频传过来，然后再经过我的这个筛选以后，因为很多，然后我就会把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视频啊，就给大家放出来，就尽量大家也是能够做出来一些。不要一发过来十个视频里边九个全部都是什么盲僧的呀或者是谁的呀，就咱英雄上面可以创大点自己独特的英雄，或者说玩法，或者那要有什么误杀呀极限反盘呀，其实这种局你不管你啥英雄都有比较有看点。我做这个系列也是希望能多点看点，咱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去那个多教一点这个平时大排位赛的经验，也是这个系列的初衷就是这个。另外的话就是给我自己更多点节目，给大家能够多带来一些解说的视频，因为让我自己打素材做视频太慢了，产量太低，因为我一个人打来打去，你一天讲道理你打一天你有可能才能出一把能做视频的素材，就是这么样子。好，今天的陕西话解说也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就发扬大一点，如果大家觉得一般的话那么就少做几步满足小众的这个群体。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一下我，大家再见。